军事基地作为海岛土人最多的地方，来这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颗大心脏。枪声、脚步声都等闲视之，碰上了就直接怼过去。这一家伙这么有风趣，还这么大动作，是个人机吗？周围还是枪声不断，面对挑战，我岂有退缩之力？直接过来了。听枪声，里面应该不少。趁现在敌人打得激烈，我正好切入战场。一突突突，人头全都被我收入囊中。出了军事基地，我们来拿空投。我身上已经缴获了敌人的 AWM 和打波罗，这里面的东西还是让队友来拿。空投周围是飞多，拿了就打。看，果然来人了吧？直接怼上去，和我比头铁。哼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不过还是没有收拾他。现在这次全靠车了，怼个空投至于吗？果然，空投周围分针多。还好幸运女神眷顾我，还是我笑到了最后。远处有人还对我们有想法，我抬手就是一记 AWM， 一枪毙命。又来一辆车，我二话不说拿起我的大菠萝一通突突突，然后迅速把它料理，不然他的队友过来没完没了也朝我扑。带着队友转移到安全区，树下有人开打。后来队友被击倒了，我也差点没命。先丢烟雾弹，贸然救人只会白给，要讲究策略。敌人过来了，直接被我淘汰。然后我先休整一下，随便多丢几个烟雾弹，然后再来救队友，把自己的先补了。赶快救队友！也只能替他报仇了。哼！独自一人冲进决赛圈，前面有个拦路虎，下车拿起我的大菠萝怼他一顿炮架。远处还有人对我虎视眈眈，先不管，人头先收了，准备走。这个位置无险可守，不适合和敌人对峙。没想到远处的家伙就和狗皮膏药一样，粘着我就不放了。抬手一记 AWM， 立马击倒一个。看地形，他们那里位置也不太好，居然还和我死磕，典型的损人不利己，一根筋。哎，恢复下状态，准备过去砍他们。山坡上还有人，火力很猛，把我逼回来了，安全范围也缩小了，情况万分危险。没办法了，先丢烟雾弹，山坡硬着头皮冲了。哎，再丢几个烟雾弹，在这儿缓一缓。听枪声，前面的两伙人打起来了，我在这里左山翻虎斗。枪声消散，四周归于平静，果然幸运女神还是眷顾我，一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。看来是刚刚那堆一根筋的家伙败北了。看，我就说他们位置不好还给我死磕，不懂战略，不懂战术，不知道该放就放，凉了吧。发现敌人，我居高临下，直接把他撂倒。
手里的冲锋枪一咚咚咚，距离太远了，想不浪费子弹。这么远，要是让你丢过来了，我就快跑！